波森发了个帖，好，我现说在这个到但现在每个人都 A 股可以跌了用上来。3000点。现在啊，每个人自己都可以录了。我现在学会这些，录它干嘛？录着觉得好玩嘛，就大家聊天嘛。我说2015年我在微博发了个帖，我说 A 股又跌了3000点。当时没有人相信，当时4900点嘛，没有人相信。我叫那些朋友一个个退出，离开股市也没有人听，都亏光。嗯，这个爸爸到哪去了？哎，不知道。他也不见了。我现在我们这是练习，就是学一学，看看怎么样。因为最后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能够想办法搞成一个就是一个团队。有些人呢，他喜欢做期权，有些人呢，他喜欢做 ETF，是吧？我跟你讲啊，有就些人只呢。要有时候就是有两种，一种是想自己操盘的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少，反正那个就跟着做，收会员费也是不错的，只要能够有人跟着来，那是啊，因为他这个愿，他愿意把钱打给你，对吧？不是说打给你，就是他们自己操对盘，自对，己你就但是收他，会员费也行。对，他先交钱嘛。对，愿意，对呀，不想操盘的呢，就给我们操盘的也可以。对他们呀，想自己做的呢，就是，你看那个美国人他是这么收钱的，他每年收你1599，然后呢，你要是一次交2年的钱，就终身免费了，就终身不再收钱了。哦，你是指的交易平台啊？不不是交是易交易平台，平台，就是带别人做股票的，推荐就别人是。买卖期权，跟着可以实时看的。我没有我一直是这样，我一直是自己做自己的，从来，啊 对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曾经我在上海的时候，因为我这一生当中没有主动找过客户，也没有，哎，我办培训的时候，我到美国以后就自己做了，自己做这个。曾经给别人做过，我实际上我有四个朋友吧，不能算客户。在上海的时候，我在那个宾馆里做股票，那这个他那个空调不好了，修空调的他自己空调公司的老板，哎，他说你做股票，我也做股票啊。他说我说我们可以商量商量。他说我做了19年了，他说我做的，我说我才做了几年。做的比你短多了，因为我这个从2006年才开始做嘛，然后他说，哎呀，他说我看看你的股票，然后后来他就把他的钱交给我做了，就是对他看了几天以后，我们聊天聊得比较不错，然后当时30来万也没有几个钱，就是当时他那个30来万，这个然后我们这个。有个规矩，就是挣20%呢，我们俩就分一次，他拿6，我拿4，然后就是这个挣20%就分一次，挣20%分一次，然后我在上海所有的费用就都够了，就是在那待了1年，这个这是一次一个朋友，再一个就是多伦多了，多伦多有一个做房地产物业的，也是他看的我做股票。然后就把他的钱100多万吧，一把就让我给他做了，做完了我也没收他的钱，哎呀，挣了不到30%，有段时间他后来他自己说，哎，他自己准备自己做了，我说你自己做吧，我也没要他的钱，这是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做在北京做化工的，他也是个企业老板。他那个账上钱很少，只有是19万块钱，帮他个忙呗，就是买进股票去，然后挣了钱。从去年我就告他，我说我不给你做了，这种小账户没有任何意义，这种小账户。那每年呢，就是他们都是属于 A 股方面的，今年呢做美股，今年我主要关注的煤气这两个板块，这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板块。
没有今年只要做未来汽车就够了，你看从5块钱到50块。对，我没做那个，但是我这个人是从 A 股过来的，所以就是他做，每个人在这个股市当中生存的方法不一样的，对吧？这个，所以我是喜欢这种从底部做起，所以和他们这些朋友聊天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他们就问我什么样的板块也在这个涨了十几年的这种市场当中。有这个有底部，所以呢就做了油气了，这就是今年做的事情。怎么样？昨天呢，我不知道我那个就是计算器把那个都录好了，录好了，但是呢，效果怎么样？那个那个计算机就是打不开，你知道吧？它就一点打不开。你这录的太多了，我们讲的那个时间太长了，太长了没关系，它随便可以删的，随便可以删的，你可以随便、你可以编辑的，对吧？因为到后面我们讨论那个这个指数的事情呢，可能对大家都比较有用了嘛，就那个 ETF 的事情。那肯定的，对，说你不可以讲，最后那段时间看，对这些真正投资的人来讲太有用了。对投资的人来讲太有用了。对呀、他们根本不知道哪些窍门啊，哪些陷阱啊，对吧？做股票，毛先生做这个做了也好多年了，是吧？才两三年。没几年，我以前没做，以前都是，我老师们都不让我买股票。这个都有这个经历的，我认识一帮朋友。我认识一帮朋友的，这个被老这个赔了钱，被老婆这个用菜刀追着转，我说有太多的故事了。作为我们这一行十几年下来，老王，你现在多少钱在做啊？你赚了多少钱了？是啊，啊，我不多，我都是小账号，嗯。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，就是也在你们庐山区叫华尔街之鹰了、他呢也帮一些人在做，对吧？他是帮人家去做，本来是说我们一起去做。他呢，我们在大前股坛已经认识20年了，对不对？做股票，我原来他也是专门在做，然后呢，后来呢，要朋友给他介绍一些人去做。加出来他做了个，但是他的账户你看的也不是很大，他上次做了个 Tesla 的话，他说4万块钱，后来涨到大概12万左右吧。那这点钱怎么做啊？那个是到了最高的地方，后来刚好话没说完，第二天就大掉，因为那个股票不是刚好是宣布叫的要加入这个500强嘛。后来呢，因为原先的时候我们都联系的比较多，那最近一段时间就没怎么联系了。鲍总操盘的可能有几百万美元啊？我是你说我啊？我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我原先有九个股东，2016年以后呢？我就把公司解散了，把钱分，然后大家就各自回家了。大家也都知道，因为2016年的4月份我回国去的，回国去有一天给我跌了一套房子去了，跌了一套房子，2个小时。我比较牛的是在多伦多，我多伦多那一个月。就在蹲在地下室里一个 basement 里面，就是2015年的多，2015年那一个月我赚了一在多伦多能买一套房子，我那一个月，这个是在比较，这是那一年的故事。后来有好几年我就不大做了，实在是身体是太累了。说你说做股票，你们唐先生能，我曾经有
十几年蹲在键盘上，实在是这种心力交瘁啊。所以我把公司解散以后，我就全世界到处旅游了一圈，旅游了一圈，这两三年也就是只是看看，也基本不做了。那么从今年开始呢？今年开始我开始学习美股嘛，就是开始做美股，做的应该说找着底部了，都是从底部开始做起的。这个有的股票也挣了80%了。这个因为我们不用杠杆的，我用那个 TSFX 那个账户，它是个免税账户嘛，我不用杠杆的，所以就说这个一直在玩美股，学习美股，学习美股。中间呢，学习期间曾经发过，唐先生你知道了，白丹那个群里也发过，9月份我发过一个消息，是吧？让大家第二天买股票，因为第一天那一天是启动的时间，那么第二天是买股票最好的时机嘛。在这个我那一段时间呢是在旅游，开车到处转呢。那么在这个维托利亚，住在一个他家有豪宅，然后住在他家，就是这个女同志，你们不知道能不能看到？看不见。这个女，这个、我手机上了，在手机上。对啊，看不见，一点在手机上，他的这短信。对，他要 share screen 才看不见。哦，看不见，他在白的，你看上全是白的，在他家。然后呢，那我也让他买那些股票，就是到处旅游，那个时间买进去的。他家呢，当时是豪宅是不假，但是没有人呢住宿，而且你在维托利亚你很难找到能让你住的这种宾馆，都关门了。所以他还好，他说我们家的豪宅可不便宜，不降价的，原先300-400块钱一间。我说行，无所谓，现在多钱呢？他说现在100块钱吧，我就住他家了。住他家这个，结果他看我做股票。我这个人生就是这样，挺好玩的，你知道。然后呢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也买了一点股票。”我说：“你买什么股票？”他买的是医药股，美国的医药股。我说：“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每年分红个5-6%，这个已经好几年了，它也不涨不跌的。”我说：“我做的都是大起大落的这些股票，我就说这做的很油气。”这个女的很怎么说呢？这个山东人，很大度的一个人。然后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跟着你做油股吧。我说什么时间？然后有个时间，我就九月应该是9月10-10几号吧，也是差不多那个时间他进去的。进去以后，现在也涨了。这他原来告诉我是买5-6万，前天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涨了差不多接近1倍了吧。那个这个他后来他告诉他，哎呀，他说我买了30万呢。”他买了30万，我说你这真胆子大，30万块钱买了一只股，这姐妹真他妈胆大。我说你30万的时候，我要知道我就给你多推荐几只，你分开买不就好了嘛，对吧？然后他哎呀，他说你是我今年的，去年他们就说，就给我算命说我今年又贵人，说今年这个我给你礼物，说这个你告诉我家庭地址，我给你礼物。我算了，无所谓的事。然后告诉他家庭地址，他说这个圣诞以前我一定给你送礼物过去。这个哎呀，人生就是这样了，就是我也从来。他说礼物说不定他给你用尽了，他给你那个这个大红包。我暂时还用不着，因为我从来没给别人主动的，就是说去找过客户，都是自己做自己的。这个真正要想做件事情呢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如果真要是去做这个股票，做股票，它是一种怎么说呢？它是一种投资的行为，用投资的这种角度就是去看起。我不太喜欢投机，你知道吧？投机啊，你说做这个期权，实际上原先我也做过，现在呢就是感觉到。其实我的这个整体。这个趋势和思路当中就是一个热点板块轮动，就是找着一个热点板块，然后呢，那么找着它的底部，然后底部趋于进去，然后到它的顶部的时候，然后就卖掉，就是因为我始终在做这个热点板块轮动这个方面的一些事情。那么每年呢，我大概做1-2个板块，大概就是这样的。所以
现在也不做短线了，做短线太累了，做短线，做短线，看怎么做。你想，比方说，太累，就像那些高频的话，就是每分钟、几分钟、几十分钟抄的话就累。如果说你要是几个小时一天，也问题不大。嗯，啊，也累啊。其实我股市呢就没那么复杂，它就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。从你第一天开户到买上第一个股票，你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做生意嘛，不要赌，对吧？美股当中这么几千只股票，哪一只股票都有涨跌，按说的话怎么会不赚钱呢？你说每天的股票你涨跌，你抓住一只股票，它涨跌你也能赚钱呢，对吧？这个股市就是买点买，卖点卖啊，就是你这个买，当你买的时候是你找买点，当你卖的时候找卖点，就这两个点嘛。那个所有的股票每天都在涨跌嘛。美股和中国股市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它能做空啊。但是我 是这种，你看我上次两个月前，嗯，他那个有个找了一个股票 ，NET， 当时呢是445，然后呢，我一看它的图形很不错，我就买了它一个星期之后到期的50的期权，2毛钱一个，我买了10个就花了200块钱。然后星期一开盘呢，它就冲到了，开盘就是52，嗯，就是我两毛钱变成2块钱，就卖了2000块，嗯，很好。但问题是它到第二天冲到了62，啊，我的2毛钱就变成12块，我是晚一天卖的话，可以卖到12000。其实股市上是这样，长期在股市上生存呢。主要靠的是资金管理的能力，资金管理的这种能力呢，那么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长期，我是指不是说短炒啊，就长期要在股市，这个做一只股票呢，它也是一个资金管理的问题。当它涨了10倍的时候，你不就卖一半吗？那么你卖一半，剩下的那50%没有。刚好是，我是想给它挪到。后面的改成55的期权，我现在当时是50的 call 嘛，我想改成55的 call。 那你就发大了。不是，我这里我碰得到太多了。对，我不是给你发了一个表吗？我这个表上面那都是1000%以上的啊，你至少有一半是1000%的。对，你要开始出发，你要开始说你买的不是200块钱，而是2000块钱，那你是害死人了。不是，这个东西我那次是第一次找到了这么一个股票，不知道它有这么猛。我知道它这么猛，我买它10000个，那不是变成几千万就出来了。如果我不是说那么大了，那你问题是在你有那么。其实在股市上来讲呢，就是长期来讲，不是短期赚钱，这是长期生存。如果说一个人能够六年以上在股市上还能生存下来，这已经算牛人了。我就是讲能活着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挣钱呢，只要你在股市上每天到股市上去，那么挣钱赔钱都是很正常的，对吧？那么我的经历，我也曾有些股票就归零了，就是赔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股市的残酷性在哪里？股市的残酷性是所有的股票的平均寿命是16年。如果说这个股票16年，也就是说你买股票，你买一篮子股票的话呢，那么这些中小企业16年以后它就死掉了，有相当一部分股票就是归零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你要是你别看指数是好的，但是相当大一部分股这个平均年龄就是16年。那么你如果16年不动，那你就最后就一定是破产吗？对吧？平均来讲，就是这个概念。当然，这16年当中，如果说你他要没有分红，要有分红的话，你就有可能是保住的是16年的分红，对吧？
所以股市是很残酷，在哪里呢？熊市当中5天就可以让你倾家荡产，这就是这个股市的这个魔。那个美股从2009年的3月份到现在已经10几年的大牛市了，现在还没有熊市呢。2月26号那一天，我劝大家卖出股票。2月26号那一天，我为什么劝大家卖出股票呢？是因为巴菲特写了一封信，前天晚上我读了巴菲特那封信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市场应该跌了。巴菲特说，华尔街那帮人都在胡闹，说这个市场跌50%我也不奇怪，在那封信当中。所以第二天我就告诉大家抓紧卖股票。而2月26号到我的推特上，这个都有记录的，我的所有的东西，包括找到中国股市的底部，在我的推特上那天都有记录的，不是说用来吹牛的。4月21号、3月26号是底部。因为我和大家的不同在哪里，我喜欢找底，因为这个股市就是在顶和底之间进行运动的。那么美国这个股市到现在为止它没有顶，用季线图来看的话呢，到现在为止它就根本就没有顶。我可以给你谁唐先生可以晒一下，我可以给你看看美国的股市这个顶底。你晒一下，我可以晒个股票。已经给晒了啊，已经给我晒了啊，我打开这个，你先看看，打开图形。能不能卸？我打开我的软件，等一下。慢点啊。你就可以看出什么呢？你就可以看出美国这个股市从2009年到现在，你都不用卖的，你知道吧？卖它干嘛？就是你是长线的。长线的话，对啊，长线的话你不用卖的。等一下，我这个软件不好打。你这个叫16年。14年16年你不用卖的，对吧？你不用卖，你涨了8-9倍了。当然这是投资啊，投机的话大家可能对这个投资，现在目前的话现在投资人很少，都是投资人多，投机的结果就那个毛先生他就是一个投机分子。对不对啊？投机总有一天你就投不下去了，你的态度应当是投资的一种态度，你知道吧？当你可以去做短线、做中线、做长线，但是你必须以投资的眼光来看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长期不是投资的这种观念，很难生存下去的。这个市场很残酷，我是不太喜欢投机这种做法。你能卸了没有？我把软件刚刚打开。你好，你看我给你我把它拉过来啊，把拉到这个视频上来啊。我现在要看你，你看全球的股指数哈，我们来看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聊天了哈，都是做股票的，全球的指数，大家看一下，现在看不见。我得晒一下是吧？晒。对，你要看，我要晒哪一个呢？晒，我看看啊，我晒屏幕，晒屏幕是这个吗？你现在能看到吗？哦，不是这个，晒哪一个屏幕？我2-3个屏幕的接着这个机器上。现在是要求是重新再来一下，对吧？重新再来，我晒一下啊。你能卸吗？是东方财富，看看啊，是，看到了吗？哎，有点像。刚刚东方财富没看到吗？你们？没看到。又不行了，我看看。老出问题。对呀，这个东西还是要学的。哎，看到又到后台去了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是又到后台去了。你现在是 host 啊？
这个图形大家看一下，这是2009年的，这是，然后大家看一下，这是2月26号那一次，我们没看见呐。哦，你们没看见吗？对，你没试验成功。哦，刚才看到一点点，但是你要点到那个曲线，你要点线，然后试验什么东西，哦，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。我现在也用的不多吧，这个。我在想，这个软件，就 Zoom 这个。哦。现在能看到吗？没有。现在还没看到。你看到了吗？我没试，我这个软件也不。所以你还在练呢，我操。软件也不熟，关键是。对。软件。昨天我刚才讲的，我这个自身是有点问题。哦，你谁那个唐先生，你这个没你没晒吧？你晒了晒了，我就不没法晒了。我没有晒。马体，他是。我这个可以晒。我知道你对授权我才能晒，你不授权。是你现在授权给我，你现在是 host。我不是 host， 你是 host。你看看了。我加入你的工作室，怎么我是 host 呢？你是 host， 我把它转给你了。嗯，我share给你看好吧？啊，你share给我看看。嗯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对，这是对的。你能share给我，这对。我share给你了吧？嗯，对，这个我看到了。你也这样share，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可以share。嗯，每个人都可以share。现在每个人都可以share。是，他是从，涨了多少呢？从1300到现在的12000，快10倍了，是吧？这是道琼斯指数，这中间的季线图也没有卖点。上面写的是纳斯达克指数吧？哦，纳斯达克，对，纳斯达克，对，对呀，这是纳斯达克是最牛的，涨了快十倍了，对吗？我们再看下一个下一个纳斯达克像这是纳斯达克100，这个指数可能是最近他们整的。再往下看就是标普500了，标普500从这个点700点涨到现在的3600点，是吧？对。那么涨了多少倍？是这个700点到3600点，35倍，涨了不会多一点。五倍多一点，3600，对，那是十倍了，对啊，那大概十倍了。这个，然后我们再来看，往下看，这是英国的指数，这十年你看看，英国的指数从就基本上没，这是2007年的高点，看到没有？刚刚突破2007年的高点。如果你在英国投资的话呢，那么这十年你几乎就是收不到多少钱。看看这个，并且英镑还掉得一塌糊涂。对啊，那么我们再往下看，看看哪个国家牛。这是德国的，这个指数，德国这是2009年，看到没有？2009年的德国的指数是从3800点一直到现在13000点，那么差不多它涨了三倍了，对吧？对，这是英国的，法国的。法国的这个指数，这是2009年，那么它是从2700点涨到现在的，6000点左右，是吧？那就两倍了。两倍，也就是说法国照着德国又差了，对吧？嗯。那么在整个欧洲，你看现在这个指数，你看这个熊样子，它根本它就没涨多少，看到吗？是个震荡市。对。这个日经指数的。顶部是在80年代，看到没有？这里36000点，89年。那么这是2009年，看到没有？对。那么日经指数底部是在7000点，对。那么现在来讲是26000，涨了7000点，26000，3721，三倍多吧，是吧？没到四倍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再往下看恒生指数。这是2007年的高点，看到没有？嗯，那么这是他曾经突破过高点，2018年，
但是现在又跌下来了，原因很简单，香港已经完蛋了。香港因为从一个国际大都市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内陆城市了。再看一下这个，这是我们中国的国企指数，这是2007年，看了吧？对，2000。那么到现在为止，这是二零，这就是今年的指数，看到没有？连2015这个高点是2015，连2015还没过去呢。中国就是不可投资的国家，原因很简单，企业家没有安全感，企业家保命保财都保不住，搞什么这个股市，这都是笑话。说句实在话，这个你看，2017年为什么能涨到这个地方？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的资金，全世界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开放的国家。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，你看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股市就是这个样子，就不涨，不涨。它原因很简单，企业家这个金融家都到了监狱里去了。中国最牛的金融家是肖建华，现在2017年的这个春节晚上，习近平派人从香港的四季酒店把肖建华抓回大陆的，肖建华到现在死活都不知道，那是中国第一投资人，第一金融家，还有一个徐翔可以称得上第一操盘手，也就是说他挣钱挣的也不少。那么徐翔那一年呢？徐翔我看一下那一年2015年的业绩，徐翔还是很厉害的，徐翔是340多。我不太知道在300%，所以徐翔那一年的水平比我高的，这个，这是中国的股市，你仔细看，因为我为什么说谈这些东西呢？谈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？一个国家的股市如果说不往上升的话，你在这个国家当中你就很难找到，很难，你想挣大钱，想挣这种模，它这个趋势你就很难找出这样的牛公司来。这是大环境的。澳大利亚的突破高点是吧？突破前期高点。这是意大利的，你看意大利这个熊样，意大利到现在为止在这个底部上趴着呢。意大利的经济肯定很差，这个国家差点破产了，对吧？西班牙的，葡萄牙的。看了吗？对，再看看希腊的，希腊差点破产，你看它的股市在哪里？比利时，这个欧洲这些国家，这欧洲这国家是哥本哈根的，这个厉害，这是这个哥本哈根吗？哥本哈根这厉害，这涨了几倍？这个涨厉害了。这个国家二百到一千四，它是涨了七倍，那是很厉害的。赫尔辛基的创新高了，也就是说呢，你分析这些国家，全世界的这些国家，印度的股市这几年不错的，越南都不错。这是芬兰赫尔辛基，奥地利的，欧洲这些国家，你看冰岛的，这简直是太。这些国家太破产了，冰岛当然惨，冰岛有一年差点破产呢。对呀，对啊，冰岛的股市当然惨了。冰岛是不是挪威的、俄罗斯？你看俄罗斯这个独裁国家，它的股市，它就是不涨嘛，它不可能创新高的，对吧？这独裁国家怎么能创新高呢？不，独裁不创新高，独裁不是用资本来衡量的。独裁它的问题在哪里啊？企业家没有安全感，你有钱说不定他哪一天把你宰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你宰这东西是宰进去宰了你都有可能的，他可以抢你的钱。最快赚钱的办法不是这些企业家，是那些是那些抢钱的还抢到。这个看完了以后，你就会发觉。你看看印度的指数，我们找一下印度啊，其他的我们就不看了，没什么意思。像这个孟买的指数，看了没有，唐先生？孟买这是2009年，都是点呢？
8500点，八千八点，那八千点还不到八千点呢。这个现在印度的指数多点呢？44000点，8000点到44000点也涨了5倍多吧？多了呀！啊？不是比中国强多了呀？这就是印度是民主国家，而且印度这些年确实涨得比中国快多了，它不是一般的快。他是因为莫迪上去以后这一波股市，这就是民主国家这个政治领导人的这种能力了。我们的中国的股市是邓小平时期的那一段股市，到2007年，政治家和这个股市是有关系的，是有关系的。对，这个上证指数现在是不是创新高的地方没有？什么深圳啊？什么哪些地方创新高？你跟我们上海，上海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上海的熊市这十几年一直绝大多数在熊市当中，原因很简单。我从习近平上台以后的股市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你要看那个创业板的那个怎么样？创业板的，我给你看一下创业这啊、哦，我给你看创业板的。上证指数现在也涨得不错吧？看这是哪一个叫什么是吧？哎呀，这都是一个小反弹，它不能说涨得不错。在中国这个股市没有牛市哦，这种反弹是，这是整个的那这个创业板的股市是2000，我印象中是2010年到底的，2012年开市的，2012年到底，那么一直到。这一条线应该是2007年，2012年，2015年这条线，它是2010年开市的，2015年这条线。你看现在，这是这个纳斯达克指数的，不是，这个创业板的这个模。那么从这个底部，2018年的10月18号。2018年的10月18号，唐先生，我曾经说我的推特上现在去看去，我曾经说过，2018年的10月18号是中国股市的相对底部，就是那一天，一点也没错。原因很简单，很多人都会问我，你怎么知道那一天是底部？原因很简单在哪里？我告诉大家，从2015年开始下来的这一轮大熊市。到没有人能接得住的熊市当中要结束，只有一个东西能够接住这个熊市，那就是政府。没有政府这只手，这只熊市还会往下跌的。因为10月18号那一天，各个证监会包括各大委，那么都公开出来停止，这是第一点。到了晚上，刘鹤在电视上亲自这个吹股市，我说政府这只手已经开始拖住了，没有政府这个托市，它还会往下跌的。这是这个地方底部，就是10月18号，这个然后这是这一轮牛市，看到吗？这一轮小牛也不能叫牛市，就是个反弹市。你知道这次市场和原先的那个市场有什么区别？这一次是企业家在卖股票，原先的时候前几轮熊市，企业家不卖股票的，都是散户和机构在卖。这一轮熊市的特点，到现在为止是企业家在卖股票，这就要了命了。企业家不看好中国，唐先生，你知道什么原因了吧？企业家不看好。这是这次这个这次中国目前现在存在的问题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为什么来学美股呢？很惨，我学美股是没有办法比上梁山的。我现在在国内的钱都转不出来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我得学美股，我得挣钱呢，我得，对吧？所以这个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？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现状吧。哎，我找不着主屏幕了。
哎，那你大家聊吧，我别光在这吹牛了，就大家聊，大家你现在国内有股票吗？现在国内基本没有了，还有几位，基本没有了，还有几万块钱扔，投资来了，还有几万块钱扔到那边了。啊、哎呀，这边我也没投多少，因为学习阶段嘛，学习阶段就学习就是呗，学习。今年做这个油气这个板块，我觉得还找的还是不错，是吧？这个给大家找了个底部，然后这个我这个就不晒了吧，我这已经吹牛吹完了这个。罗先生讲讲，等一下他们可能会有人进来。4点钟了嘛？4点钟了吗？对吧？然后你说你想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大一点？你这是天天是很活跃，是做大群里面啊？其实呢，从小做大可能也挺快的，你只需要达到每天个星期10%，两个月就翻一倍。对，半年就翻三番，从10万到100万，100万到1000万，其实是很快的。对，那是你做对了，很快的。关键是现在美股我感觉哈，美股现在是处于一个震荡时期的，上不去，下不来。如果说拜登上台，可能美国的经济就要受影响。有可能就进入一个相对的上不了台的，这个都是毫无疑问的，怎么可能？这个可能上得了台，不可能的事情。这是对。然后如果川普在台上，这个市场还跌不下来，但是呢，他升也很难再升得上去了，因为他已经升了十几年了。所以现在就是以时间换空间，就是震荡上几年。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？我们也不是做大盘，我们就是要找马上就能涨的股票。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赚钱的。对着涨。这种市场上很容易赚钱的，这是肯定的。这种市场上，但是有一点，你现在全世界的利率都是零了。这个牛市啊，那唐先生，这个牛市叫货币市，货币牛市，每家都在拼命的发钱，所以这个股市跌不下来。现在他们讲这个道琼指数现在30000点要涨到45000点去了，也有可能时间换空间，但不是今年呢，对吧？它要震荡一段时间才行啊，它涨得太多了，不现实的，对吧？不现实，现在还有什么现实的事情？现在大家都是跟着冲，对吧？哎呀，我这是讲话声音太大，不好玩。我这个抱歉，说那么多，这个。关键是怎么做是吧？这个，那我就慢慢做自己的了。但是要是想做一件事的话，那就得有一个计划和策略了。那么未来想做什么，对吧？像这种，要有一个计划了，还是要投资的。投资其实这些期权呢，什么都是一些工具而已，对吧？你比如说它上升的时候，你多买点期权。当然这个翻倍的这种比例就大了。其实做板块也可以做期权的，就你找到一个板块的底部，然后去买那些相对的优质的大盘的期权，这个板块到顶的时候你肯定也挣好几倍嘛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对吧？所以关键是判断好这整个的这种方向判断对了，用什么样的工具都就无所谓了。对，方向，所以现在也比较容易赚钱的。其实它是个震荡嘛，只要震荡市的话，你就很容易赚钱。熊市当中就很难赚钱了。
就是，哎，我就胡说八道这么几句呗。毛先生，这不好意思了，这，我们的没事，讲的挺好啊。不过我们的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是在想着，我们必须得尽快的把它，尽快的，不管是多大的账号，都得，就是搞起来，对吧？做大了，其实呢也没有那么。用不着账号大小吗？这本来赚钱就不是靠你的账号大就能多赚钱了，你用一万，反正这么说吧，你一万块钱一个星期赚一千，就这个我的目标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个是这样啊，赚钱和钱的多少无所谓，你有一个亿你就赚一个亿的钱，它涨跌10%和你一万块钱赚10%的钱是一样的。那一个亿的话就只能买股票了，你不可能买期权了，毫无意义了。也他也有买期权的，也他有一部分比例买期权的，期权给你买。其实像巴菲特，他有很多的都是买的期权的，就是买期权有个什么好处呢？买期权你对市场的波动不大嘛，因为你买期权的时候它的价格波动不大，对吧？这个所以你在一个价位上可以买很多的期权，但是你买股票，你如果说这个公司比较小，那么你买股票它市场的波动你就看得出来嘛，对吧？你买啊，你比如说你买啊，也这个十万股，然后这个价格马上就显示出来了，对吧？所以买期权的好处，你对这个价格的这种影响，当前的价格的影响很小，是对未来的一种影响。这个我现在手上有几个账户都是5万的，我给他准备尽快的给他做了10万，嗯，然后他们再追加10万，然后可能很快就会有100万操作，我就可以自己做大了。这个东西也不需要有多少人来做，当然以后我认为就是你那个带着，你们看看那个 ratingbull.com， 他们就是有大概有10个牛人，然后呢每个人他们的，你买他们的那个操作期权的信息，他每天给你发那个要买卖什么期权的信息，每个人是收你2000块钱一年，然后他们就收终身会员费，就是收你2年的钱。这些都是传销了，我说就是，这就是讲十几年我见过的事情太多了。像这些真正能挣钱的人，谁去要那些朋友的钱呢？我从来没要过别人的钱，实事求是说啊。这个除非我做基金，我自己做基金，那我去给别人操盘收他们的钱。到现在为止我才不相信那些什么交点信息费啊，他们能挣钱的，他能挣钱他就不收信息费的。谁能挣钱谁收这些烂信息费呢？这都有收信息费的多了，嗯，中国人也有啊，缺的 S 点你说信息费，收信息费后他告诉你这只股票，我曾经在多伦多做过一件事情，我那一天有一个讲座，给这个讲座呢，那么有30来个人来听，那么曾经我当天呢我说了一只股票，第二天呢是中国的熊市，这30来个人偷偷摸摸买的这个股票竟然快涨停了9%多，然后这只股票在3个月就进入个震荡时期了，这叫传销。如果说你这个群当中你发一个消息说这只股票涨了，那么群里有500人，假如说要100人来买这只股票，第二天肯定涨得非常凶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这是一种传销手段，你说这些手段真的没什么意义，早晚它涨到一定的程度，这对100个韭菜还是韭菜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做市场，不知道怎么去找买卖点。这些手段太多了，16年我们看的太多了，这些手段没太有意思。其实操纵市场现在也很简单，你看中了一只股票，到美股那些大群里，那大群他不让你说话的，那大群你得通过他的审查他才让你说话。而9月15号谁这个唐先生，
我在那个大群当中，他有20个群众啊，我说过一句话，我说叫萝卜的萝卜丝，就是抢这些强盗的钱。他那个群主让我发了都一句，9月15号就是这个板块的底部。这两天呢，我就根据这个开始这个 Bob 啊，这个李先生说的那个，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网站啊，这些人气的这个投资人的要组织起来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就把那个 YouTube 啊、Twitter 啊这些，还有我自己的网站呢，就弄了一下，因为这个东西首先要把这个投资人的兴趣弄出来，然后投资人对我们这些人谁有什么特长，谁想干什么，怎么收费，对吧？这个东西呢，就搞起来就好办一点了，不然的话呢，你说就这么聊也就浪费时间了。其实金融市场当中的现在我们聊的意思就是说，首先就是把每个人的特点、特长、观点，对吧？对市场的分析，对吧？意见就是做法，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。我们聊了以后呢，我们可以放在 YouTube 上面去，让他们看。他们认识我们，对吧？要了解，然后呢，投资人有些啊、哦，我喜欢做追求暴利的，就是找这个美利坚共和国毛先生。YouTube 不是说要投资股票的，对吧？长线，3个月的、5个月的，就找这个 Bob， 对吧？如果是做这个指数基金的ETF 的。那就找我的，现在是找我，如果有别人的话就找别人的。我呢就是希望能够起到一个组织号召管理的工作，对吧？你假比方说如果那个我有个网站，就是说我有个管理网站，对吧？原来是比较好的，现在呢搞得比较粗糙，但是呢他每个人注册啊登记啦、啊、我们都知道的，就是说那如果说毛先生讲了他一年收费2000块，对吧？我觉得一个制度399，对吧？半年多少，对吧？一个月多少，就是先按一个月试嘛，对吧？这样一来就有一个让投资人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对吧？知道我们是谁。我们能做什么，怎么做，对吧？所以呢，现在刚才那个 Selina 陈老师可能也上来，他不知道时间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说你像那个刚才这个 Bob， 你这样分析这个就是全球的股市的宏观的，这比较好吧，对吧？昨天我们讨论那个 ETF， 就是说3倍的也好，是1倍的也好，纳斯达克也好啊。500强也好，就投哪个好，对不对？就像你刚才讲的，这个美国的牛市就没有卖点，那就你做多呗，做多从底部找那些多找那些就是一掉你就买吧，我就买到就不动了就算了，对吧？等哪一天这个市场到顶了，疯狂了，卖掉，哈哈，对吧？就这也起来这样一个作用。市场到顶。恐怕到底的时候还是看得见的，我们一般的情况都是说什么时候到顶，我告诉大家啊，什么时候到顶、啊、对，你就到了还是容易找到的，什么时候到顶，但是你预测的是很难的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什么时候到顶呢，取决于几个因素、嗯、第一个呢，那么通货膨胀比较严重了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发钱，但是缺点就是说现在这个疫情呢还通货膨胀还没看出来。那么通货膨胀一旦严重了，为什么通货膨胀将来会严重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大家都在发钱，这个各个政府呢现在都是零利率，这个包括加拿大的、美国的，那甚至包括欧洲、日本，现在他这些国家的利率呢都几乎是零，这个钱呢不值钱，所以钱不值钱，大家都在借钱买这买那，包括股市。那么将来什么时候这股市会走熊呢？很简单，就是你看着通货膨胀很严重了，
然后这些政府不得不提高一点利率，只有把利率稍微一提，这个股市就完蛋了，就要下跌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是因为这个我们这是现在呢，提这个利率的时间呢可能还早，现在呢这个联邦是不敢提，对吧？他没有办法的，全球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个债务问题。对呀，各个国家包括美国包括中国甚至包括日本欧洲，所有国家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债务，这些债务政府背负着相当沉重的债务，如果加个0.25%的这种利息，政府都受不了的。我实事求是说，所以现在来讲呢，就是这么个样子，将来还会是一个债务危机。美国现在有21万亿，我估计现在到了25万亿。现在是怎么样下台的问题啊？25万亿的债可能也不止了，我们最近没看，去年的时候是21万亿的债务。21万亿债务什么概念呢？每个美国人有7万块钱的债啊。你就那些黑人每个存款都300块钱都没有的人，现在他能还了7万块钱吗？是的，这个债券呢都是一个怪象，他还不起的。那个美利坚共和国，反正他这个从暴利就是多赚一点。中国也一样，没有人能还得起的。抢就多抢一点啊，对，是不是？嗯，本来一般比较平稳一点呢，就是说指数是比较平稳一点。很多人呢，你要如果在投资的账号里面，你要是暴利暴跌的话呢，他们是每天的心跳，呵呵，一般人承受不了的。交易啊，唐先生，你这些思路现在还停留在一个交易阶段。对，交易呢，就是买点买，卖点卖，就这么点事。现在这个投资也是一个关键时候啊。你说现在投资就另长线投资，现在假比方说谁进去？投资就另说着了，投资是另外一个话题。像你这方面，就是你的专业，你就是找热点，我就是板块轮动，找个底。这也是交易，这不叫投资。说句实话，但是呢，还必须以投资的眼光去做交易。嗯，也就是说，在合适的我们是用交易的眼光去投资。对，所以这个不一样的。真正要做投资的话呢，比较艰难。首先你得选国家，对吧？像美国这个肯定是你要做的了。中国那种东西都是投机性的，挣了钱就算了，不要把钱放在中国，你出都出不来，还谈什么投资呢，对吧？所以这些中国这个股市就是这样，挣钱可以，这个投资不行。然后就是，你比如说巴菲特最近到日本去买了点公司的股票，对吧？所以他现在巴菲特好像也是分散投资了，他一般不是投资美国吧？美国将来要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中国这些企业家他这几十年赚了点钱，他向全球投资的，因为他知道在共产党手下哪一天就把他当黑社会抓起来了，很简单的，抓他就是以黑社会的名义，这些企业家抓哪一个都可以用黑社会的名义抓起来。这个他想办法，现在是他出不来，我说句实在话吧，出来的钱已经很多了，出了钱已经很多了，但是关着里面的钱出不来，他把共产党给他共产了，就是那么一句话。共产这个中国能有牛市吗？只能在那瞎折腾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呢，这个大盘很容易的，大盘就是操纵大盘，就操纵那几只股票就完了，然后把它拼命的把工商银行把那几只股票往上拉一拉，这个大盘不就起来了吗？对吧？这个操纵股市，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。就是，反正我曾经跟你谈过，我给他们写了一个培训方案，三个级别，第一个叫战狼级别，战狼级别的这种水平叫买点买，卖点卖。第二个叫倚天屠龙级别，目的是杀死那些空头，这个级别呢，那么就是说杀死那些强盗。第三个级别叫独孤求败，独孤求败这个到这个级别呢，那么就真正的是躺在家里赚钱的。这三个级别，
所以我都对搞教育感兴趣。给他们这个教育，你这个现在大家都要教育啊，现在因为这个投资人呢、啊、散户啊很多啊，很多人对这个投资这了解比较少啊，没经验呢、啊、你给他上上课，他们可能在家里也愿意上、啊、因为现在这个疫情呢到外面去做事也做不了啊，这也是个好事啊。你说咱教育呢它比较好一点。我曾经培训过30多万人，所以再回去搞教育也是一个也是回去搞教育，还是在这里在中国去搞教育？还是现在都网上教育了，不存在回去搞教育。不是，你现在关键问题，你的这个这学生是哪个群体，是哪个地方的？他们一个培训机构，我是合伙人，他们让我给他设计课程，要上课当老师，然后我设计课程我还没答应讲呢，讲看看你说他有现在有多少学生，对吧？是什么样的、所以这个青年人呢？还是其实金融教育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能做出大文章来。那是金融教育外加金融平台，然后呢加优40后40现在又回到去当老师去了。对啊，又回去走老路了。走老路。毛先生多谈谈吧，你想谈什么？毛先生有什么想法，看看有什么、我们有什么契合点？是这样的，你现在不够。我就说了，在洛杉矶办个股票学校。办股票学校。对啊。办股票学校，办股票学校，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 project 了。这个你得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呢。怎么它分成这么几个步骤了？我们这说句实话，作为我们来讲，不客气的讲，网上那些讲的课程的，比我们讲的好的，肯定比他讲的要好。是就是讲，也不是吹牛，就是肯定比他讲的好。这个，那么要有前端的，要有招生的，对吧？那么要招生，现在的招生方式肯定和我们原先做学校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们那个时候是主要打广告，对吧？每个城市报纸上打广告，然后呢，那么有招生办，对吧？有这个是有这个一个学校挺麻烦的，又得有财务、人事、这办公室、这个市场部，包括这个教学部，这像这些东西太多了。这个我们在国外办这个东西可能不需要这么复杂了，但是你也得招生呢，招生你得有详细的计划，怎么策划去把生招上来，对吧？在招生以前，你先得有课程设计啊，你的课程究竟讲什么东西啊，对吧？那是你要办的学校，你要有一定的准备啊。就讲别人怎么买期权呢？要让别人能赚到钱呢？你要带着10000个人，每个人每年赚10万块钱。你收个几千块钱你就发了呀，那你要怎么收他就收了，你要再赚了钱你还好说。嗯，是你现在关键问题是怎么每年赚10万，就是2万块钱的本金就全赚了钱了，对吧？你自己职权赚了钱了，你带领他们赚了钱了，你有这个10000块钱10万个人，那你当然是不得了了，对吧？我现在我想啊，就是说要做事不是为了赚钱，单纯赚点钱也没什么大意思。我是就是讲怎么能把一个事情做起来，这才是真正的赚点钱。那你要做事情就要比较长远的，赚点钱有啥意思呢？像这个年龄呢，多赚点少赚点也没什么意义的，是吧？多赚点少赚点，这个就做事就不容易了，做事呢就和赚钱。现在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来？那里，巴伯呢就是讲了那个这个全球股市哪个好哪个坏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，对吧？对。这个刚才跟大家分享那个图就是那样一个意思。那我的现在就是讲了，其实我就把大家组织起来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就是首先是形成一个团队，一个集体，
对吧？每个人呢，就发挥自己的特长，然后呢，每个人分工，对吧？先把这个事造起来，对吧？把投资人的兴趣、需要，对吧？这个弄起来。因为我最近昨天呢，爸爸建议一下我们，就是说，首先要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听众啊。这个小，这个听众太就是没几个人，所以呢这个量不大，所以我现在呢就是说呢，把我那个 YouTube 啊、Facebook 啊，然后通过这样一些视频，我们一聊的时候呢，反正大家都在看热闹的嘛，他也会来啊，对不对？你单独现在就是炒股票的，这个讲股票的人太多。富有的人呢也特别多，还有些人说明天这个美国的股市现在30000点，很快就要到45000点去了，对吧？反正大家就是说你明天这三只股票翻倍的啊，就是这样。现在还有些人呢，就像那个美利坚和中国一样的，对吧？他说买股票要就不买，一个礼拜一天不赚5%，不赚10%就不算数，对吧？这就是。但我们通过这样一聊一聊呢，就是对美利坚和中国也比较了解，对吧？现在通过这样一聊呢，这个就是对爸爸呢，我们大家都比较了解了。爸爸是10几年的，对吧？这个投资，这应该是说专家，对吧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，也赚了钱了。因为这样的话呢，大家在这里呢，就是说我们的群里面呢，其实。但这个是一个开始，先是一个引子，对吧？然后群里面呢，大家都就是可以，就是说通过这样的这个视频呢，因为现在这个视频呢，几个人呢，几十个人呢，都可以，对吧？一起来聊。因为现在通过这个视频呢，就不要出门，就大家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就能够认识，能够了解，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。因为我们一讲这个呢，就是说呢，那像美利坚共和国吧，他每次都是想参加，他每次有好几次他都是漏过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爸爸呢也是坚持的，每次都对吧，都参加了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们想呢，就是说我们能够搞一些比较拉得出去的像样的一些视频，对吧？因为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搞很多次，这个视频都没办法去找到，也没办法转化，更没办法放到这个 YouTube 上去，对吧？这现在就是说，如果能够这个把这个工具用会了，那我们效率就高一些了。我这两天呢，就是从昨天到今天呢，我从上午从早上一大早起来，我就把我的 YouTube 整理一下，然后看到网上还有什么其他的比较好的讲投资的那些，对吧？那些这个现在那你们俩先到了，我现在坐到这里，陈老师先说。我也没有什么。那个说特别的，对，主要是听听你们操盘的人，大家去说这些，也没什么可以，我看毛先生出去了没出去，今天就暂时这样呗，好啊，那我们。